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传教士哈。我今天要传什么教？传着渗透锥来插锥哈。啊，因为客人跟我买车，顺便跟他要装这个记录器，好啊，顺便教大家怎么装记录器啊，怎么藏线，好啊，装记录器啊，他挑的是这一台是前后镜头，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好，这样出去也比较安全，行车安全啊，有时候突然。比如说有假车祸要跳出来呀，对啊，这样就可以厘清，好啊，这个会比较好一点，就是它有前后都可以摄影，好，等一下教大家来装这一台，好，好，开始施工，走走走，对。顾名思义哈，它前面的镜头就是扣机梁，倒给啊视窗那些啊，这是前面后视镜型的，好记录器，电源线一条，再來就是这个是后面的镜头，后边的镜头，好啊，这线顾名思义就是后边，啊伊我头前，啊这个就是要插的主机面顶，因为这一台它已经有环景了，360度了，嗯，所以它不需要再加，它可以加一条线，它就可以当成显影在用。它已经有了，它已经360度了，应该不需要这个了，所以这个只有拿来当成前后录影而已。嗯，啊对，这双还是什么？橡皮筋，这只你勾住后视镜。对，好，把它勾住这样而已。好，这是刚刚单，因为五门的车比较麻烦的话，为什么比较麻烦？来，我大概先用给你们看。有些人会比较懒惰啊，他会故意这样哈拉出来，类似这样从这边出来，好跨这样。嗯，这样是比走明线的，嗯，好，镜头连在这里就一颗，所以就会线跑出来。对，有些人会这样装，可是这样装，那跟没办法，这样比较快。可是有就是看觉在我来，安内，好，假设镜头到安内，装在这里，线是这样，好，可是这样有个风险哦，万一车门盖起来，它是压到，嗯，压这样的话，嗯，后车厢又有漏水，你看，这样压进去，哇。磨密合，它就有缝隙，就会造成后车厢漏水。所以我们今天会走的方式会走一样，装在这里，线会跑在这里面，好，跑这里面，跑在这里，好，绕出这个，走这里，这样是暗的，这样看起来就没有什么线在外面，只有一颗头在外面这样而已。嗯，对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个是有一点难度，这个看麻烦啊。如果是只有单独前面就很简单的，嗯，就装上去，线拉线，一条电源线就结束了。对啊，对，这个困难，所以要赶紧搞。对，不如这没什么遗憾的啊，对吧？起码就是爱搞这個，对吧？你这大家拢会晓，但是这较麻烦，就是我得带大家来看麦。好，来，这护板嘛，其实这个都可以拆。你看，你这就是卡准的那样，跳落去啊。哇，弹簧一二三，嗯，好，其实车子都大同小异啊，都差不多这样啊，不是说这样纽扣，就是这样这个铁的纽扣，就这样，对啊，这样就起来了，快完成了，快完成，拆下来就完成了，对，拆下来就快完成，这么快，对啊，啊，等一下镜头就这样嘛，等一下就把它线就要藏头里面，对，类似这样，我就用快速这样，因为要放在中间这样录，啊，对。这样它可以调角度，对啊，好啊，线再来是比较困难的，就是要拔这一个，其实这个没有困难，就只是把它拿下来就好。有啊，所以这个困难吗？还好啊。困难是把线从那边穿出来。对啊，哇，装起来了，嘿，就这样，已经快完成了，很简单吧？完成了50%。对啊，对，可是后面那50%是最困难的。我会习惯从这里。好，从里面这样穿出来，穿出来之后跑这样上来，啊，为什么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用这一个头那么大？可是你还看另外一边哦，嗯，为什么？你注意看，另外一边是90度，嗯，90度如果在跑里面是不是比较难跑？对，所以你要先看，会卡住，除非你这个头是直的，哪一边都没差了。我的做法就是后面完成30%，再就往前面，再从前面开始线码走来后面，不然你。如果从这里开始走到前面，前面线多这么一堆，你要放哪里？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后车厢的空间比较大，可以放在藏在后车厢。好，来，都来了，是安尼哈，我画一下哈，接着爱跳，爱跳起。下面这里要拆嘛？一、二、三，因为你要从这边进去，就是这个要搬开嘛，而且这个纽扣要拔起来。对，
这样插下去啊，这就是北里外呜呜啪哇，这样这样，这是很高的，它是靠下去靠这左右的卡榫，是卡榫，对，这样卡榫应该看得到。好，这个也是不拔，有些也是可以的，可是不拔的话会造成那个天棚会卡摆。你把搬落来的时候，刚才有空间可以跑。哇啊，这个搬开就好了。对，就像那样，不要太大力去把它拉扯。起码你过来啊，这个不是最困难的，最困难是要走这一段，从这里，这样怎么过去？对啊，哇，对，啊这个坑的底料，我要拿鼻子开始拨，啊有，你就去，哎呀，哎他一直抓啦，一直抓啦，我是抓吗？你抓好没？我抓，谁啊？好，应该不是安尼，这就是要有一个技术。什么叫技术哈？我跑前面要撑他，所以技术就是要提起来物件，提起啊。不需要，等我一下啊。哦。一般哦，不建议用铁丝啊。嗯。像哪？不像你。铁丝尖尖，一个突破。假设你铁线就堵会破去。哇。堵了破去啊嘛，啊破去就漏水啊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咱就是爱用迄种较硬的。哇。这是圆头的。这是专门咧撑线。哦。我之前老有啊，那买啥用天线？哇，天线买啥撑？天线哦，你说车子那个吗？对，天线。有些天线很长啊，也可以啊。这个就是一个角度，这样啊，慢慢就是慢慢穿过去而已。太秀。看得出来哇？嗯。哎呦，啊，你看看。这样，因为你看越长摩擦力越大。对。还没有种。给你教一个秘密，出来一下。哦。用量光蜡就可以了。用蜡就可以。对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第一，你如果用 WD-40，很油，太油了。对。用这个还会它会蒸发，它会不见。对啊，就是爱安尼包起来，把它揉过，它就完成了。好，就是安尼，用贴布把它包起来。安尼。哦，包那么多层就是怕，因为你要拉嘛，拉到一半掉下来。对对，啊，就是球了。哦。对啊。很巧，结果咱这款喷不出来出来，全部无用喷。啊，捞啊捞啊。啊，喷没出来啊。捞啊。啊、这个要顺着拉，不要那么硬扯。嗯，没有，太小，这算大坑啊！这破去就拍虫啊，对吧？伊这，我这灯，这若破去就麻烦，你知道？嗯。不是讲买一条道具刀啊？嗯。你有电线？内底有电线。内底有电线、啊。我知啊。啊，所以你是咪无可能安尼道具啊？电线嘛都要撑一盖啊。对啊。哦。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，慢慢来。行、哦。哇，江主啊，啊你看我习惯来了解安尼，有啥物事？你大概包完了吹不透，吹不哦，无你大概拢底下撑过了拢透袂开，哦，这是一个我个人的小小的经验，对，我以为是那个，啊，机包长一点有个好处，就像你刚刚讲的拉扯，万一把这只拉出来卡在中间，嗯，你只能又重来一次，又要重来一次，所以我宁愿贴补比较便宜嘛，哦，时间比较贵嘛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又是一个名言，哎呀。花一点小钱，可以把时间，对不对？阿布利，阿过来，阿过来，就爱撑你。啊，我说应该卖套啊，对。加个几只啊？对啊，要买只爱过来。哇，这个比较简单，这个太，这个就轻松了啦。嗯。哇，这个五金行也有在卖那个，哇，要物件的，哇，五金行的较少，刚刚30块的。那这是什么名啊？叫啥？这就是夹的啊，比如说你东西掉了，可以这样去，哇，夹把它夹起来，嗯，哇，手，哇，好厉害嘛，啊，还有你我板刀都撑啊，
对啊。啊，再来就是要把镜头装漂亮一点。镜头啊，这是用连的还是用锁的？它是两个都可以，它还可以用连的，它有副螺丝锁啊，收夹网。没啊，收夹锁。你没塞玻璃，没设你啦，你搞骗。我知道。好，你知啊？哇，这个夹呢？对。啊，这个连的时候要插，不然会连不住。我这个应该要把它换掉。要换成那个我们的水刃，不然连不住。水刃比较厉害。好，啊，很简单嘛，我们先等一下再来固定。好，这样就是，如果要简易一点，就是把这个，好，这头，哎，包起来。我先把先确定了你啊，对，先确定那个怎么讲，先看做洞是正常不正常。好，啊，这个啊，我习惯就是。后面大概这样就快完成了，等一下再来修尾，修尾听好不好？收尾，收尾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茶缸喝要怎么讲？茶缸喝，孤零零。啊，刚零零。丢啦！那边的哎，那个留言啊，还是孤零零。哎，跟他嘛不话好，嘛不话好啊，嘛不话好啊，你讲的嘛不话好听啊，对吧？你看哦，等一下没会跑的，应该就是类似这样。我大概先看了一下哈，等一下跑里面，好，这里这样一直从这样过去。啊，这个长线是要藏在里面。对，藏在里面。啊，基本上是要来倒桃酒。没有。哦。啊，行了，基地就很简单，这边有一个记忆卡，然后这是后面的，这是电源。对。有啊。啊，我们就先记忆卡先不要插。它这个一般来讲都是做弯头的，因为为什么要做弯头？假设你看这样子的也可以渡掉，它所以不能做弯呢。好，插的紧。好，刚我丢过来的后面的线，先就插下去就好了。哇，还得好啊，上好，还得好啊，好，好啊，还得好，你打洞啊，来个滑落去啊。哇，你看，就有了，出来了。对，我先这样让你看一下。先跟我，应该放我吧？有没有？因为这我们现在是没目前没有固定的，所以在底下焊来一起。我晃来晃去，我再摇一下，应该对吧？但是讲做动正常啊，它也可以这样切换。你看一下哦。哇，哦，它都在给吸。哇，还在全面，对，前后面就这样。它的清晰度还 OK 啊，这一台还，你这一台还有一个贴纸的，撕下来会更清楚。对啊，还算清楚。对，一般来讲我们都不会撕下来了，就像啊买手机有没有？要自己撕下来那种感觉。给客人自己撕一下。啊，都来了，差不多啊嘛，相机差不多了，这边会把它固定，再这么一样把它藏在里面。那它有支援那个吗？倒车显影？因为它已经。这一台已经有360度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再接。如果他想接的话，很简单，他有一条刚好有一条红色的线，把它接到倒车的正极，打把苦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成这样，就会有那个，对，它有一个切那个倒车辅助线那个出来，辅助线出来，还有一个看得到了，变成这样是这样的，对对对对，你可以踩刹车来，你看为什么今天没有装的原因是这样。它已经有了，它已经有了，还有一个环境了，所以不需要，你不可能再看上面再看下面是不可能的。啊，这一样的长线啊，不是放这样啦。我习惯会把这两个先固定，先用那束带把它绑起来，之后，好，我会把左右跑两边这一条就是电源，好这样，好，把它藏好，藏，好，藏到底下去。嗯，对。啊，另外一条也是这样。看一下，这个后面胶。后面胶，还有把剪刀，还有束带，束带啊，为什么束带？
一箱一箱的束带哈，我会把这两个绑在一起，嗯，安尼较水，好，就是把它束的，啊，等一下把它剪掉，我会束个两条，个人的习惯，对吧？纸，卫生纸也是两张啊，啊，这个我也习惯两条，所以我说习惯，都习惯二的，二，对，老二哲学嘛，哦，对，好啊，剪掉就好。对，安尼，我安尼，起嚟了，伊就袂开开，安尼较水，哈、哦。对对对对对。阿姨，你看、哦、我现在要分两面嘛，好、哦、啊。Okay, 这样啊，你看，剪这样一小节，嗯，好、哦，不用太大。第一，你看喽、哦，好、哦，我把它这样捆起来。啊，为什么要捆这个？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第一，它会卡住，嗯，不然你线如果这样塞进去，它会掉出来。它会一直掉下来。对，这也算一个像卡榫一样把它卡住。哦，这也是一个小技巧。小技巧，对，行哦。其实这个不用很紧，为什么不用紧？因为它都够长。如果比较短的话，就才需要长。这线溜下来哦，嗯，不是线，这个防水胶条，防水胶条，它是 A 柱这样，对吧？胶起来了，嗯，哦，对，上面两件，对吧？哎、啊，会不会问说，为什么你一般就掉下来？是，我感觉在这边一阵，就在那个施力点。藏到这里，一般来讲，我们不建议客人哈、哦，把这个装到点那个保险丝，嗯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装保险丝是可以，可是容易，比如说你接到冷气的，嗯，冷气烧掉就没有冷气了，好、哦，万一这个烧掉、嗯，它不会影响行车的安全。嗯、如果你万一加到风扇呢，风扇不能转，启动马达那就糗了。对，这个万一真的，假设你过载、负载、过载，它也是保险丝烧掉而已。嗯对，烧掉不会影响行车的东西。啊，对，其实就很简单嘛，怎么样长线看不到，越少，哦，就越漂亮了。啊，你就很简单嘛，就这一台你的车，假设是你自己的车，你要怎么长，你才会觉得满意，就这样做就对了。好，好啊，哇，看好了。哇，好简单嘞吼！真正我冇去啊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嘞啊。哇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耶、yeah, ！剩另外一边，好、啊。这个就是后面的那个箭头的线嘛，你要先看哦。嗯、比如说你这样进去，要先看。嗯。好，你先拿起来看，你不能去卡住。什么是卡住？万一你是卡，比如它卡住，还是说你要穿过安全带？你要先穿好，嗯，对，不然你已经拉到快到了，所以你就完蛋，你不可能把它剪断，这东西是不能剪断的，因为如果剪断啊，它以后再传出那讯号就变差了。万一卡住，为了懒得拆，把它剪断，你把它再接，这样子不行。啊、你看一车子下去判断，有些车子很宽松，你就要用多一点。嗯、全过安全。哎、欸，你也较灵哎。我已经。你已经是灵体了。灵体。你他多少去了那地溜啊？都。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，我先把它这个装。有啊有。我先让你装。纽扣就是绿色那一个，哇，绿色的，都看得到吗？看到哇，现在绿色的。哦，对对，它这种啊，它是可以一段就卡住了，你不要硬再拔可能会断掉。假设你现在是二代的马三啊，嗯，哦，不建议把它硬把它拔出来，嗯，因为我拔也会断掉。所以一般来讲，如果那个会断的，哦，我就直接这样藏进去啊，线就是不要去硬把它拔开，因为它还是硬压，这样有空间，线就可以进去了。好，像这个比较简单，是一拔就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一直藏过来了。也有这个啊，哇哇，啊，吐了，吐起来的。
其实不用这一支，用手也可以啊。可是手会比较麻烦。没啊，哇，这样你买鞋塞哇，就不见、哦，修一下就会比较漂亮，这样不见了嘛。对啊。啊，谢谢。啊，拔这个要小心。嗯。对，刚顺便讲了，如果你不要硬拔这个软的，嗯，拉扯，然后它扯破了，嗯，它再来锤挖透挖起挖到，那时候就，你看这边是硬的，尽量去拔比较硬的，错来的话，用力拔下来就好了。哇，它比较错破。嗯。一般我有看到来卖车啊什么的破掉，那我再猜应该就是当时在装的时候不小心把它扯破了。啊，这破去就是要买新的。对，买一条，买几条。好，来到家人，这里就刚刚意思一样，你看没有工具的人哈，其实你看哦，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有工具哦，你就慢慢顺顺的拨，还是可以，有没有？真的呢。对啊，啊是讲咱有工具，咱就是拨一下会比较好。哇，安尼多啊。那你都看不出来哇？哎、欸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就这样而已。好、哦、啊，等一下就是装完之后，你就要确认，就是比方说全部要倒好，把它存起盖安尼，就是这样样。好、哦，顺顺的看看，因为毕竟家己的车，好、哦，家己的车嘛，只倒水啊，阮高人客嘛，只倒水。好，一样嘛，就这样嘛。对啊，工具稍微用一下，轻轻的。所以我先没用削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才不会把这个皮，你要用劈啊，会把它刮破。嗯，线也会容易 对被你弄破皮破啊。对，安尼较歹。所以帮我削嘎的，啊，你若无像我是较可以用手撬落去，啊，削嘎就过一下对吧？哇，啊，中只几秒钟？对啊，剩只几秒了。基本来讲啊，因为你不可能把这些。好，折在里面，嗯，会这边往下掉，嗯，好，一般来讲，我们会把有两种，无论是坑 A B 柱，或者是坑在里面，嗯，货车箱，你看一下哪一个比较长吧，这样应该可以，哇，后面比较难拿的，那就等一下啊，如果比较难拿，我们可以放在，好，那我放在这里啊，这样比较快，因为后面呢、啊。它的防水的效果要比较好。嗯，好、哦，旁边的，因为什么旁边后面只有这一条，这边没有，有没有看到？后面没有胶条。嗯，你看车门有两条，这里一条嘛。嗯，这里还有一条，有看到？嗯，所以它防水的效果比较好。哦、嗯，啊，一般来讲，为什么拔这个原因也有，它里面本来就有胶。嗯，拔来拔去容易漏水。嗯，对，不然就是这样。好、哦，不然就是。重复的动作就变成我们电脑再做一次这样而已。啊，有啥物要捡来，都捡到我遮吼。嗯。哇呢，捡乖，捡顺。它的线是不是很多？对啊，很多的话，因为这边有空间，你这样就不用去哪边这里吗？没有这个对哦，哇，这种边放在上面可能会挤压你，天棚会变形，这里就不会变形了。哇，真的哇，因为它蛮长的嘛，嗯，因为它为什么有那么长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它有些车啊，很大五米多，嗯，对，它是可以用，你只要手照出来。哎好、哦、啊，这个接头啊，我的习惯会包起来，万一掉了，糗了，对啊，好了，所以这个只能算简易版的。对，其实这个算好啊，我先放回去，我等一下再把它绑起来。就是后面，嗯，来等一下哦，哇，全部都是后面，这样角度应该是可以，因为后面是
那么乱被看到了。不会。好，差不多加内，那就可以了。其实后面就比较简单了，因为他没有要显影，他不是显影，他对没有显影，他只能看到后面有车牌。假设后车很简单嘛，看他是来追撞还是我们马苦将而已。嗯，对。好，哇，很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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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啊！啊，这个刚没 lucky， 都 lucky 哦，真正 lucky， 我是较歹收空啦。那人客 lucky， 伊就甲我讲啊，对吧？啊，就自己钻研。对，我是想不想那个钻洞？哦，钻洞来讲就会破坏车体结构了。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去钻洞。可是那个板子盖上去不是就会压到线吗？对啊，会啊，一点点。可是我尽量就是不要去破坏。不要太，尽量不要去破坏车的本身。啊，这有啥物爱开白开呢？较无声。那我先去看卖耳机入掉。这样会去讲，应该是会的。那会去用到线。没有这个的话，就用那个手磨。锉刀吗？对啊，锉刀。好，就用圆的锉刀。嗯。所以嘛是拍，哦，不行。好啊嘞，好啊，啊这个，还用好。好，啊你也无搭无好，就漏水啊，哦，确认，哦。啊，再来就是加 另外 Q 好。这个。因为是现在，因为是开起来，前面打开，就照到对，照到天上去，哇，就前面，前面后面。那我可以把后边关起来看吗？好，来你去关，你去关。好，现在去后面要把它盖起来了。哎，好，盖起来了，这是后边。切喽！哇，哇，你看，赞吗？好了，已经结束了，好，这样就可以放心的开车出去玩了。第一，我们有记录器的，前后都有在录了哈。啊，今天这一集就教大家怎么去装这个，开车新车都安全放心。好，不要说自己是怎样，你假设刚好路口拍到，好，人家有什么车祸，刚好你可以提供给警察这样，对，也是算功德一件。好啊，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。好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拜拜，新年快乐哦！啊，安娜，讲一半。有人唔知爱用啥，对不？哦，未晓吹 Q 币嘛？来吹我，我来甲你教。欢迎自己来，来 DIY， 自己做乐趣多，除非你住比较远的。Google 一下就有了，有科比的电话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Google 找到你的电话。有啊。1999，科比视频再见。不对吗？原来是那个。对啊。吐来吐去的话。但是一般来讲，比赛安尼吐啊，要小心一点。跟他什么东西一样。对啊。我家以为吧。对啊。润滑。大家不是都要。太干都要润喉、啊、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是用那个，或者是用那个拿出你的提款卡、信用卡都可以用。对，拿出你的黑卡。对，你的金额 越大的啊，就越顺，对越顺、啊。你不相信，你再拿来，我帮你用。我帮你。那你给我。